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中午俺又要吃个烙馍，好久都没吃了这烙馍。今天弄个烙馍，然后配菜有酸辣土豆丝儿，弄再炒个咸菜丝儿，然后再弄一个鱼香肉丝，三个菜，回来一夹可得再弄点汤。现在先来炒菜配菜。以后能用鸡胸肉代替了，都不吃猪肉。对，想吃肉都吃鸡胸肉。就我感觉不管啥菜，我都管用鸡胸肉代替。它好吃，还能解馋，还不胖。比猪还便宜。切成条。切成条。今天要做的都是鸡胸肉丝鱼香，哎，不是，咋说的？鱼香鸡胸肉丝。哈，鱼香鸡胸肉丝、我也是第一次做鸡胸肉丝。我感觉鸡胸肉咋做都好吃。咋做都好吃、你这话不太对吧？那得看谁做了吧。你咋做都好吃。哎，对了，哎，你两块鸡胸肉切成面儿。切了丝儿，它不咸。弄点面干烙馍，咱吃这烙馍是啥烙馍？是那水烙馍不是？水烙馍，水烙馍不是发面的，四面，直接和面。炸了，裹到油都多，裹油打散。下锅馍，这一步我知道，干一个或者隔一个，哎对，不粘。粘好先开始炒，丝儿都是丝儿，馍丝儿、辣椒丝儿、红豆丝儿。你又挑汁儿了，你这汁儿，这个颜色可好，捂住也可香。这个汁儿可简单。嗯。蚝油、生抽两撮，生抽一撮蚝油，一撮醋，然后一撮少量白糖，再放一点点盐，好了。嗯。好，咸菜炒好了，土豆丝儿刮好了。土豆丝刮好之后，去拿水淘几遍。我淘几遍了，淘过了。水变清了没有？嗯，差不多了。我知道你是说这要炒了脆。嗯。好，给。好。我给你弄好了。来，我炒土豆丝。给。嗯，可香，我尝一个吧。呀呀呀！咋样？比那个猪肉来好吃的，那肯定比猪肉好吃。嗯，单子呢，它是先挂浆炸，给过一遍油，然后再出来。我跟你说了，吃过，滑嫩，好吃，一点也不柴啊。好，配菜备齐吧，炒吧。这个葱不该都在切，媳妇儿，给它切碎。哎，对了，给它切成小碎段，要不这一个一个的。哎呦，辣眼！我这辣着葱。辣椒哇，不是葱，明显是在葱辣眼的那种。你炒这个咸菜丝儿了？咸菜这把不是来摊面的。耶，我哪儿？我哪儿？你炒这个都没人吃咸菜丝儿。你那天不是你那天炒萝卜丝儿，辣萝卜丝儿都不好吃，没咱妈炒的好吃。你炒肉菜中。那我就光做肉菜了，我这土豆丝好吃了。嗯，这土豆丝也好吃。烙馍好了。哎，贵，一层一层的，多好。自己蒸的烙馍还是好吃的。嗯，先端起来吧。看见吗？一张一张的，端过来。哎，自己蒸的好吃。这是姐姐。吃烙馍得多加点菜。哎。有个好东西，给在家里嘛。咦，这个得劲。三子，这人家给我寄了三子，咱河南的，河南
说好像河南之外都没有哈、啊，河南的人吃的三个，好加烧饼里用来凉拌菜也多好呢。加点肉，加点肉，这个肉我炒的好吃的很。酥酥焦焦的，好吃的三个。嗯。快点吃饭，宝宝。一个。嗯。耶、yeah.。好吃的很。哎呀，我都流口水了。嗯，我也得加点肉，加点菜。哦，哎呦，加的有点满啊。再多吃点。嗯。哎，好吃。好吃啊，香。好吃。这个三子加点酥脆，嗯，酥椒酥椒，俺家好吃三子，之前你买点几天都吃完了那一大包，嗯，哎乖，吃吧，嗯，没几个没人夸我做的菜，哎呀，不高兴了，你弄这个烤翅，你好了，我这写的清楚的了，这个确实比大肉好吃，嗯，是吧？嗯。